看看这份底报。目前试行的官吏选拔与考核制度，试昼成印入国子学，通过结业考试者可只参加一次考核，通过后入仕。对各级官吏进行考核，实行多人评核的方式，并依据其表现评级予以升降赏罚。终是有了改变，这是好事。还要看后续的进展，制度的变革也并非一朝一夕。公子，吏部尚书辞官了。于他而言，是明智的决定。此番君上提拔了寒门，局面上看，防止了世家独大。但寒门根基不深，匹夫难撼大树，也并非切实动摇世家的地位。这便是君王的制衡之术吧。如今的顺天府和翰林院，君上皆挑选了副手接任，不知吏部会择选谁执掌？前几日，原主将君上举荐了豫州知州罗青山。豫州知州罗青山，据下官所知，是监视陆河的门生。原主在朝失去一臂，总要想法子做些补救。君上寿辰与奉天殿设宴，五品以上官员皆可入王城祝寿。你与我同去。我？可下官并非五品以上的官员。但明了属还是可以的。可还记得我与你所说的放出去的引线？记得。他便是豫州巡查御史，为防暴露，我与他之间极少联系，但算算日子，也该回京述职了。若无意外，他应当也会去寿宴。我不便脱身，由你找机会与他叙话，询问线索。是，下官明白。卿等所贺，与卿等内外同庆。都入座吧。大齐国运昌盛，全靠诸卿辅佐。往日后，诸卿能一直陪在孤的身边才好啊。白玉雕就的十二幅屏风刻着连绵不断的寿字，恭祝父君福如东海，千秋圣寿。这幅百寿字是儿臣亲手所写，恭祝君上福寿安康。这是儿臣手抄的佛经，恭祝君上日月昌明。这福禄寿三星盆景寓意甚好，儿臣恭祝君上万寿无疆。这是儿臣寻得的明宫仓颜，恭祝君上圣体康健。女儿给父君请安，这是女儿寻得的千年灵芝，祝愿父君吉祥康健。这是十三请高僧加持过的佛珠，希望能保佑君上，恭祝君上健康如意，福乐绵绵。
静雪常说君上辛劳，心中总是挂念君上的身子。静雪最是贴心呢、高僧避世，十三费了不少心思才打听到，而后去求见了数次，才用诚意打动了高僧。十三有心了，估计的你已到束发之年，束发而就大学，当学大义焉，履大节。十三用功，国子学的课业已结，只是稍缺历练，如今力不。十三还小，不必操之过急。十三，再多念念书，有不懂的问问你三哥。是，十三最是喜欢三哥，也想着多向三哥讨教。是。三公子，监察司席位处并未看到新面孔，那位巡查御史莫非还未回京？我已让李卫去查，等他消息。老师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该成家了。儿臣常在外行军，不急。九哥尚未娶妻。哎，师弟，你做人不地道啊。君上，儿臣已心有所属。哦，是哪家的姑娘？说出来，姑给你做主。他现下还不肯答应儿臣。哦，待他愿意了再请君上做主。翰林除名之人竟还有资格留在奉天殿旁听朝事。三公子，下官先。你是我的僚属，不必退。是。启禀君上，豫州急报，豫州连月雨水大作，田庐漂沫无算，民多难，请求朝廷支援。户部尚书何在？即刻筹备粮款。臣领旨。君上，儿臣曾协力工部，略通水利一事，请命前往赈灾。好，便由老九携粮款于两日后出发，杏林馆也需派一队人前往救治灾民。臣领命。Thank you.
三哥，你都偷偷看我好几眼了，是我今日表现太出众了？户部工部之人在等你。哎呀，走了，不能耽搁赈灾。但三哥，我也是存着为你的私心。去吧。公子，张氏，收到消息，那位巡查御史已到了京城外的驿站，但马背上的人已经没气了。官倒不知道匪类已经如此猖獗，敢在官道上动手了。看身体僵直的程度，可能半路就已经遇害。三公子，张大人，你们看，看伤口的长度和宽度，不像是被普通兵器所伤，更像是官用武器造成的。我盘点过刑部的一些用物，故而对此有些印象。确实。张大人，回禁术之前，胡大人可有与你通信？每月一封，但是上个月断了。我寻思可能是因为他要回京了。这是他巡查豫州期间的书信，豫州当地官员能力一般，但很会做表面功夫。豫州知州今年要升任，是以我叫胡白仔细着回京述职的奏本要详尽属实。奏本，奏本还在吗？行囊被劫，奏本在其中。多谢你的心意。啊，多谢你的心意。啊，多谢你的心意。啊，多谢你的心意。Thank you.
世事一场大梦，人。
性子可真烈，差点就被他跑了。难道是胡大人不在了？这马还有灵性，要去寻他？这匹马的体格比寻常马匹健硕，更像是用于征战或运送货物的。这便是驮着胡大人回来的马。他是胡大人在京城养的马？不是，我想着他人不在了，便留下养着。没有养在京城，却能如此准确地带着胡大人归京，若非受过训练，便是曾经多次往返于豫州与京城。马鞍上刻着的元宝，这不是胡白的马，这是京风镖局的马。张氏，我娘都跟我说了，抚恤金我收到了，多谢您。
是你应得的。再说十三公子奏请复合顺天府之案，我只是个办事的。三公子可真是好人，之前邓文谷的案子也是他出的头。我有些事情想向你打听，便是三公子叫我来的。什么事？我肯定知无不言。我记得你娘说你去豫州附近送货。对，我走的时候那雨都把路淹了，听说豫州更惨，我这趟回来不容易啊。那此次镖局还有其他队伍去吗？没有，就咱们这一队。你们在回来的途中可有碰到什么人将马匹给了他？有一位大人与我们都困在半路，后来通了路，他急着走，牵错了我的马。马的颜色都不一样，也不知怎会牵错。火动，金戈铁马。胡作非为是大忌。安守本心。规矩不能成方圆。规矩
去，不能。不能成方圆。规矩不能成。志当存高远，路自脚下行。故以规矩不能成方圆，隔花初见，楚楚风流年少。须知少时凌云志，永许人间第一流。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，不求功成名就，只愿平安顺意。须知少时凌云志，永许人间第一流。回来后有人用过这匹马吗？没有，清风镖局有规矩，不是咱们的东西便不能动，所以我一直在打听那位大人，好将马还给他，换回我的小黑。啊，不在了。涉及命案，我需要查看马匹。底下还藏着东西。豫州暴雨不假，但水灾成因并非暴雨，而是大坝修缮偷工减料，致使黄河决堤数十里。豫州知州刻意研报灾情，只为争取时日修补大坝，隐瞒真相。